从2005年第一间位于中和的商场成立后，冠德集团投资的环球购物中心集团便展现出拓展百货版图的丰沛能量。不论是提供住宅区域居民便利多元百货购物空间的全客型商场，或是提供赶时间的旅客快速购足所需，能够容纳庞大人流的车站型商场，环球购物中心都能因地制宜推出符合在地需求的购物服务。除了看见在地需求，现在的环球购物中心还要让在地风貌能被看见，结合台湾人文风貌呈现在旅人的眼前。